这个要涂抹的铝箔放在这个吸真空板上面，然后打开真空，有翘的地方捋一下，然后放上推杆，把涂抹器放在这个推杆前面，然后加浆料，把这个手动改成自动模式，然后点起换焊油。还没到位的时候，如果说它点不了，那你就点一下这个复位，再点启动。好，这是一个整个的涂膜过程，把这个涂膜器拿下来，推杆会自动回去，这是一个整个的流程。